以江南 style 红遍世界的韩国骑马舞鸟叔可谓红遍全球，如今首次来到中国的他更是在瞬间就赚了个盆满钵满。据悉12月2日凌晨2点，鸟叔在千呼万唤中姗姗来到澳门某俱乐部，登上舞台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完那首不厌其烦的神曲江南 style，加上和主持人的简单几句寒暄，整场表演不到8分钟即告结束。但是这通告费300万足以把鸟叔的小钱包塞得满满的。对此有人支持有人骂，有网友感叹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吗？8分钟100万，这8分钟能解决多少个贫困学生的伙食，还花100万请鸟人。而也有网友说，推动音乐时代发展的热潮与国内现状无关。其实小编倒觉得艺人有如此高的出场费其实无可厚非，此前像王菲、王力宏等明星也都创下过如此的记录，但是像鸟叔这样凭借一首歌曲红遍全球的明星还是一次便好，要是再请就等他的新歌问世时让他多唱两首才实惠啊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2012预言没来，但是欢乐来了。想看点欢乐的优酷给你我是传奇二欢乐季马上就来了，最会搞笑的优酷牛人也要来了，所以我吴宗宪也来了。